好不定罗兰社区发展协会有成立一个工艺班，甲大家重视多元创作。去年工艺班的成员就制作一道浮雕的文化墙，因为风评真好，建议大家扩大创作一道将近100公尺长的文化墙，利用浮雕技巧来展现顶头的情景。社区人员嘛，希望这道浮雕的作品会当成为罗兰社区的一项特色。好不落来高铁路道路边啊，最近现在当看到社区居民伫遮从事浮雕艺术创作。落来社区的工艺班就地取材，准备要伫遮创作第二座的文化墙，增添社区的艺术风气。咱这个做热内的故事文化墙，热内的1001个故事，以顶头的方式给展现出来，可以带给大家啊永远的回忆，而且可以回忆到我们以前小时候诶迄个顶头啊，顶头嘛，我觉得祈福的艺术，嘛会使讲号做祈福墙，大家拢吼希望大家呾做好了后，来甲咱观赏。这道文化墙的浮雕创作，就由罗兰社区居民家己在制作，伊希望这款浮雕的作品会当成为罗兰社区的一项特色。我们有胶纸陶，还有我们的布浆来创作，到最后我们要以粗犷的方式啊，让人家一定会感受到，哇，这个就是这一个意象到了啊，跟别人的作品完全不一样，那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创作，是独一无二的。柯秀琴指出，社区的工艺班去年有完成一座规模较小的文化墙，结果大受欢迎，所以伊今年继续扩大创作。我们从不敢摸到敢摸的这个阶段，都请老师来上课，然后我们就敢去碰了。碰之后，我们觉得效果不错，我们去年就已经完成了社区的文化墙，有一个浮雕，然后做的效果太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年在延续这一个做法。我希望说，我们热内以这个为特色，来把它展现到各个角落。罗兰社区这道新的文化墙，主要是展现早年顶头的老者情景。这顶头足热闹嘞，什么款人都有，大汉、细汉、囡仔啦，啊，搁什么百家将啦、吼，大花啦、野鸡啊啦，吼，啊，搁来新民的新桥啦，啊，吼，拢足侪项目，咱拢家展示伫这个墙面上。这项浮雕作品目前也伫制作当中，将来也会连上高级烧甲陶艺品，增加美观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